欢迎收看全球趋势新闻，我是主播 Simon Lian。 近年来许多团体成员选择单飞，在演艺圈表现得可缺可点，歌而优则演，演而优则歌，连晨翔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在11月27号发行了全新迷你 EP 百分百，百分百的首播主打歌是充满细腻抒情的抒情歌《走远》。 MV 特别找来女主角宋芸桦担任，圆了偶像剧在浪漫输给你之后很多 CP 粉的字有点慢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就继续吧。我放开手让你走远了。新歌发表会当天，连晨翔表示想摆脱偶像的形象，这次的专辑就是想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给大家。殊不知连往日恋情都一并的真实回答，单身啊。一年哦，一年，哎呦，还有什么？那上个是圈外人吗？是之前被拍到的那位，怎么？所以只是朋友而已。那现在是朋友这样？我之前不是，之前你是当朋友。那你是会吃回头草的人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好像没有做过这件事，但是我也不知道。之后未来会不会做这件事，但是我觉得我是不会的。想必今后没人敢说他是偶像派的艺人了。没有讲啊，没有爆料。现在肯诚实回答问题的艺人实在是少见。而现在最想合作的对象，连晨翔表示他现在最想要合作的偶像就是罗时丰大哥。方大哥你好，我是连晨翔，我最近真的很爱你，虽然我早就知道跟某庸私识了，但是我就是最近都在看你的节目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合作的话，我一定会很开心的，希望你能看到这则新闻，然后让我们促成我们合作，邀请他去唱歌。对，我在这代表华纳邀请代表华纳跟各位媒体。罗时丰大哥，我真的很想跟你合作，谢谢。现在明星也是要靠媒体的力量啊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连晨翔的全新 EP 专辑《百分百》已经在11月27号发行了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，他是一个蛮好的人。OK， 谢谢大家。